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大声！谢谢各位。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期待这样一个作品了。这个作品呢，延续了张新队长对于中国风街舞的一个坚持，以街舞的技巧律动为基底，融入了对于中国风的美感、血性，还有文化。因为我们都会为此而骄傲，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。请看大屏幕。我跟你说，这首歌出来一定会炸场。 这么肯定吗？绝对的，那些所有的词什么打出来，绝对有那个起鸡皮疙瘩那个劲儿，动动中国人赤子之心，红旗飘微风凛凛。其实我一直在尝试用街舞去融合更多的中国文化，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创新跟不一样的设计，在做音乐的这个层面上来讲，不管是中国乐器的运用，或者像体现的歌词，包括在编舞上面，我们有一些大画面的那些框架。 现代舞啊，一些古典舞的一些运用啊，一些生命的东西，我们全部都用在这里面。其实为的就是，去融合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，啊，包括这样的编舞，去体现一个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，去把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做到最好。 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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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好，七，你抓住他们七转身了，七，你就转了，七，然后八你自己掏，他们转不了，他们提前转过来，试一下，好了，五，七，八，OK， 保险，这样很保险，好，再来一次吧，就其实我们对跳起舞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嗯。 但是我们可能就希望能够打精益求精嘛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核心武器，核心武器就是最早的。嘿，嘿，有请张艺兴队长核心武器战队带来战队大秀《炎黄子孙》。 谢谢张艺兴队长，还有我们的核心武器的各位成员，谢谢大家，把掌声送给他们。